一来就要下班啦。哇，露露，今天的汤圆特别吗？都很特别呢，走，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闺蜜来接我下班喽。哇，露露，今天给你做的火鸡面新吃法，真新颖呢。走，出发。我手握住你的心跳，不论向前或后退。如果你很信任我，就开高原地转个圈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闺蜜来接我下班了。哇，小鹿，情人节快乐，我来陪你一起过。那我太开心了，走，出发。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闺蜜来接我下班啦。今天都是你爱吃的，这也太丰富了吧。走，出发。海风吹潮汐，我吹向你那一口热凉冰淇淋，牵手漫步夏夜里，星星不经意透露进你的眼睛，消失的笑意被月亮照得透明，难得浪漫一份相我吹向你那一口热恋冰淇淋，牵手漫步夏夜里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闺蜜来接我下班啦。哇，小鹿，今天给你做了两碗卷火鸡面，还是你最懂我。走，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蜜来接我下班喽。小莫，今天有小龙虾饭团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走，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闺蜜来接我下班啦。哇，小鹿，又是你爱的榴莲，我也太喜欢了。走，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闺蜜来接我下班啦。哇，小鹿，你喜欢吃辣椒面吗？我好喜欢呀。走，出发。
桃子吗？明天吃什么？明天吃